我曾经也挺烦恼的，毕竟我只有1.63米嘛，我185已经赢了。比较喜欢个子高，我觉得这个个子高可能会稍微有安全感一些，有男友力一些。我也选高的，因为我感觉长相的话可以通过穿搭呀、发型啊来调整。我选个矮帅的吧，像我们家人都是颜狗系列。我选矮的吧，因为我自己也挺矮的，长得好看的话会让我谈恋爱比较有代入感。我选高个男生吧，因为我平时性格大大咧咧的，矮个男生不是很能 hold 住我，高个的有点可能性吧。意料之中的结果吧，女生一般比较喜欢身高高一点的。哎，多吃点营养的东西吧，多长一点是一点，穿个10厘米、20厘米的增高垫也行。